下面要开始的是昆仑决木兰传奇女子八人赛最后一场半决赛，这场比赛将决定谁将进入最后的争夺。让我们欢迎蓝方刚刚获得了一场非常漂亮胜利的中国女将杨洋。 让我们欢迎蓝方选手，来自秘鲁的战士 Shevchenko Valentina。